足哎！就知道住，让你看监狱呢。看着没？监狱那房子塌了。哎呀，吓大鱼吓的你！哎，你们两个说，这监狱跟猪圈离得这么近，肯定有问题啊。 拿一头回去，行了吧你？天天跟你在一块儿就够了。你滚一边去吧你！好了，都分配好了，开始干活。开军慢走，快快快！哎，都抓紧干活啊！快点，快点！ 队长，磨叽什么呢？啊，冯队长，啊，冯队长，咱是不是出去喝点儿啊？你说说，走着。哎呀，这冯大队长这天天忙啊。哎，两位里边请。小二，请坐。老规矩啊，快点上菜。好嘞。 哎呀，我说白大舰长找我来，肯定有什么好事吧？啊，不然的话，你也不会不明不白的给我堆成这像模样啊！好事儿，当然是好事了。这秀夫啊，私底下问我好几次了，就问我这冯麻子天天干嘛呢？我说冯麻子天天忙着抓八路啊，他又问我这个，他抓的是八路。 我说你抓的当然是八路了，我能说你抓的不是八路吗？你说这事儿我全都给你折过去了，是好事吗？好事儿，是好事儿。哎，我看这白大院长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甭兜圈子了，啊？痛快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让您帮我抓一个人入狱。 哦，这个人呢，是我仇家。现在伙房的洞口已经找到了，就是不知道这场雨会不会添麻烦。甘月呢？没看见，早上白翻译官走后，就再也没看见甘大哥。你没留住白翻译官？ 没有，我以为他会找你呢。那甘大哥会去哪儿啊？他不会又突发奇想什么吧？这事儿我要是不管呢？反正事儿我已经跟你说了，确实是有仇家追杀我。要不是那天在街上我走得快，早就……行了。 我也不跟您废话了，但是有件事您可得想清楚。你帮了我，也就是帮了您自己。你要是不帮我，我就再另想辙。嗯，班长，这事儿啊，得容我再想想。这你也知道，骗秀夫、老鬼这事儿，我可是干的太多了，我就怕。 干这么多回了，还差这一回吗？就一回。得，那您自个儿先吃着吧。班长，不就是抓个人吗？哎呀，不过这事儿啊，肯定是瞒不过秀福这个老鬼的。这你也知道啊，他这双眼睛都快贴到监狱的大门上了。 怎么着，我也得想个什么辙，告诉他一声啊。好，没问题啊。那冯大队长，到时候这仇家，我就指给您看。我说白大院长，你这人就是啊，太客气了。那行，我还有公务在身。
那我就先走了，您自个儿吃。哦，哦，你不吃了？行行行，慢走，你慢走。吃啊！太君。 出去刚刚死去的那些人，现在监狱里在押犯人总共是321人，有32个提若的，140个搬砖的，87个推土的，还有30个是……怎么会多了一个的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呀，刚刚又抓了个嫌疑人，就是张裁缝逃跑的时候，这个人在裁缝店转来转去好几趟了，此人我一直在盯着他，正好让我给撞上了，所以就把他给抓回来了。 此人现在正在审理当中，还没有，一有结果我马上向太君报告。好，把名单放在这里。是。回去做好你的工作。是。 你说什么？哦，没什么。太君，我是说，您这画画的可是越来越好了。冯队长，啊，李海贵观赏观赏。哎，哪里哪里，我哪有太君那么高啊？只不过是经常看太君您画画，我觉着很有趣儿，很有趣儿。回去吧。是。 像什么呀？那画多了，我看都一样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知道绣夫那老鬼为什么一直在画这张画吗？喜欢画呗，他天天画，那满屋都是。我告诉你吧，其他的画都收起来了，唯独这张画他是一直在画呀。他画的是他的仇人，就是一直没有抓住的八路。真的假的呀？我怎么看你这仇家？ 照你这么说吧，也有可能。但是我可从来就没听说过他当了八路啊！你傻呀你啊！他当了八路能告诉你？哎呀，我看这件事得查一查。哎，对了，白大县长，嗯，事儿我可是给你办了啊！这你可知道办这事儿我费了多大的劲呀、啊？
我告诉你，这可是要看头的。哎呦，放心吧，以后啊，咱俩互相关照。对了对了，这话我爱听，这咱嘛就得互相关照，对不对？你帮我，也就等于帮你；我帮你呢，也就等于帮我吧。要不说你冯大队长聪明呢，这以后啊，咱俩必须得互相帮衬着。这给日本人办事儿，那不能什么事儿都便宜了日本人呢。可不是嘛，是吧？那这样啊，啊，那这仇家呀，你就别管了，交给我了啊。行，反正是你的仇家，爱怎么打发就怎么打发吧。不过这个人啊，我还是得查一查。你呀，就等好吧。啊，成，走，人交给你了啊，走了啊。修复画上的人对上号了，这王八蛋为了立功，什么事儿都办得出来，不能由着他，必须得想办法。我知道了。规矩都告诉你了吧？明白。进去吧。他们住在哪儿？你放心，我一会儿会安排你们一起的。大哥，一定要记住，你现在是犯人，必须要跟其他犯人一样。你放心，我知道，只要不给你添麻烦，我怎么着都行。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自己会投箭入狱，可是他总能干出一些让人难以相信的事。他跟你也没有打招呼吗？如果是那样，他知道自己不会达到目的的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你哥哥恒山的死，在他心中就像是吹响了冲锋的号角。他是一名战士，是一名随时能出征的战士。这个号角让他成为了一支利剑，成为了一颗出膛的子弹，他便义无反顾。这就是他。你很了解他，我看得出来，你很着急。是人都会着急吧？不，不一样的。彩云姐，让我衷心的祝福你吧。不，祝福你们。谢谢你的祝福，也许这个祝福没有实现的那一天，因为我们随时都要战斗。这个祝福
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世代交好下去呢？问问你们的天皇吧。碎石都给挡住了，我通知白法医官尽快把碎石清理了，咱们时间不多了，去吧。明白。翻译官也没来。监狱出这么大事儿，也许走不开吧。不是，关键大哥进监狱怎么样情况了都不知道，他也不跟咱们说。他跟谁也没有说。大哥这回真是舍上性命了。要不是这场大雨，甘大哥可能已经把人救出来了。贞子说的对，如果房屋塌了，会不会把洞口堵上了？你这话说的，那要堵也是里面的洞口啊，外面还有洞口呢。哎，不是，那么万一外面堵上怎么办？怎么可能啊？外面洞口在哪儿咱都不知道。我知道外面洞口在哪儿。在哪儿？猪圈。哎，就是啊，就那猪圈孤零零就在墙外面，我早就看着可疑。行，别瞅了，我想想啊。按照方位来说，哎，老哥，你说的对啊，那离得近，出口肯定就在猪圈。如果真的是洞口，那就是救人的唯一通道。你们快去看看。好。哎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挖洞的都是公老鼠，你见过母老鼠吗？母老鼠。走走。贞子，我们就在这等。想着怎么逃走吧。你是谁？如果当初奋勇杀敌，战死疆场，会有现在这样的处境吗？你到底什么人？连我们国军士兵都敢侮辱？败军之将，谈何受辱？亏你说得出口。你再说一遍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松开！大爷，松开，松开，让日本人看见又够你喝一壶的啊！松开！大爷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八路军，云雾山独立。八路军？我当你是哪路神仙？你个八路军，你有什么资格评论我？还跟我谈什么战死疆场？战死疆场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？你怎么没在外面跟日本人拼？我有我的任务，你不用知道。屁话，狗屁任务！你有什么任务，老子管不着。可是你活着，你就没资格说我。我当然有资格。国军的装备包着油脂，一枪没发就把东北让给了日本人。要说资格，你
你们连活着的资格都没有！老子叶檀娘的不想退，老子叶檀娘的想拿着枪跟日本人真刀真枪的干。可上峰有令，这怪得着我吗？我也是从南打到北，一路上拼死抵抗过来的。真正拼死抵抗的国军将士，早就死在战场上了。作为一名守土士兵，你们活着就是没有禁制。娘，轻飘飘的话谁都说得出来。 今天就要教训教训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站住！老子要让你收回你刚才说的话。站住！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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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你给老子等着！谁他妈在打架呢？啊！行啊你啊，刚进来你就找事儿，我操，打死你！大哥，大哥，别怕。行，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等老子把你底细查清楚了。 到时候伺候你的就不是皮鞭了！妈的，你他妈吃饱了撑的啊！找事，不，再打老子一下试试！打死你了！打！站住！站住！啊！站住！啊！有，都别动！想造反是不是？啊！ 再往走路开枪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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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找事儿。爹，我大海叔叔又打架了。你大海叔老惹事，都带我去看看去啊。别去了，都打完了，就是跟我打的。你赢了海叔了，我大海叔叔可厉害着呢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还带孩子？我们给国军带过路，所以。六子，少说话啊！你们进来多久了？有些时候了。去吧，那边玩去吧啊！去去。几岁了？快七岁了。你在画什么呢？画鸟。为什么画鸟？如果有翅膀多好啊，就像鸟一样飞出去了。你会出去的。我能飞出去吗？能。快看，有一只鸟。最後の時間だ。一層の警戒をせよ。気を緩めるな。はい。
大佐殿、監獄内に電気やいつ通るかご心配ですか。夜のうちに隠れた監視だけに配備を変更。なぜです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わかればいい。備えを劣るな。やつはどう処理します。あいつはどうしようと構わん。賊だ。陛下に背く者は死があるのに、あいつは死ぬ運命だ。估计啊，这洞是古人逃生的通道，要不能那么隐蔽吗？你以为明白了一天到晚，有本公子不明白的吗？邪了门了，这洞跑哪儿去了？这是，这猪挺肥啊，别研究猪了，你叫他一声。哎，老七，哎呀，老七。木匠，快在这儿呢！怎么掉下去了？这乐屁你乐啊！你怎么掉进去的？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掉下去的？赶紧给我拉！来，快上来！来！啊！怎么切着腰啊？还要切着腰啊！我说对了吧？这洞差点害死七爷啊！这还真挺深的啊！找着了。咱们今天晚上必须得跑，再不跑就没机会了。能出去吗？能出也得出，出不去也得出。他把录像白天已经看好了。在哪儿啊？围墙的东侧有一个豁口，他们今天没来得及堵上。那可史团长他们，你就不管了？不是我不管，而是我没办法管。我之前是想通过那个洞，把团长和咱们这帮兄弟全都弄出去。可鬼子这一换房间，把咱们之前挖了半年的洞全给废了。团长，你就原谅大海吧，大海实在没办法把大家都弄出去。我跟你走，不过我得把小六子带上。小六子我一定带上，咱们这扇铁门还指望着小六子的吧。给管事儿的去倒水去了。嗯。叔问你，想不想出去？想。真想？嗯。那叔今天晚上就把你跟你爹给弄出去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呢，你得先帮叔个忙，你得先把钥匙从管事儿的身上给偷过来。哎，儿子，
一定要小心啊，别让那管事的看着你啊。可是怎么偷呀？叔教你，这样到了晚上啊，管事的肯定就累了，一天了他不可能不困。你就在他放松的时候找机会把钥匙从他身上给偷了，明白吗？嗯，行。千万不用害怕，没有人会怀疑你，你岁数小，你走到哪儿大家都不会在意你。从现在开始你就找机会看看什么时候把钥匙从管事的身上给拿到手，明白吗？嗯，行。好，好，千万要小心啊。嗯，我知道。去吧，小刘。嗯，小心点啊。聊天了啊！老板，咱这人还救不救了？门口还没打扫干净呢，怎么救啊？你明天多给我找几个人，我看几个能弄干净。那不也得等明天吗？大哥等不及。那大哥啥意思啊？监狱里有个豁口，没来得及堵上。嗯，那我干点啥？暂时不需要你。睡觉是不会的，监狱长。我还不知道你吗？站着都能睡。那监狱长见笑。我见笑没事儿，不能让日本人见笑。是是是。您喝茶。行了，我不喝了。哎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监狱长慢走。
起来了。你先不说这个了，我进来就想把你和生机带出去。什么时候？就在今天晚上。来，把衣服换上。小计划，对，我有别的考虑。我不管你有什么考虑，我也不想听你的考虑。今天我就是绑，也得把你绑出去。甘源同志，别叫我同志。为了救你死了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管你什么张参谋、刘参谋啊，今天你必须听我的，明白吗？你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给我闭嘴！想说的话，出去的话问进去再说吧。换衣服。小六子怎么还不回来？会不会出啥事儿啊？别瞎说，小六子那么机灵，肯定不会有事儿。小六子。唱有来有往，日短情长，不急不忙，不怕不慌，有山有水有风有光，豪情万丈，热血膨胀，当仁不让，铁壁柔肠，豁出去了兄弟，走一场。翻身上马，驰骋一方。人间是道场，你刀有闯，一起向往，不如前往。准备好了，兄弟，吼一嗓，吼一嗓，遥望天边，血染夕阳。心也是梦想。
上，你当勇闯，一起向往，不如前。